嗨，大家好，有谁猜到我手上拿的这盆花叫什么名字？别看它现在其貌不扬，一旦开花惊艳四座。深蓝色的花瓣上面布满了星状的白色点点，正如它的名字海洋之心。它是一款非常耐寒的宿根植物，我们平时养护它呢，记得把它放在一个全日照的环境中。你看我们苗圃是把它直接扔在露天的，这样子它的株型会饱满矮壮。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半阴处，那么它的株型会长成一个八爪鱼，直都直不起来，非常难看。还有就是它不是特别的喜肥，我们不需要每周都去给它施水溶肥，只需要三个月给它撒一次混室肥就可以了。这个是我们现在一加仑的规格，别看一加仑苗不太大，但是上面的花苞已经有几十个了，相信拿回去不久就可以给你展现一个爆盆的状态，是不是特别适合懒人去养啊？最后告诉一个你们最关心的问题，它的花期是9到11月份。好了，这期龙胆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。